谢谢喜来乐的点赞。谁在骗我？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。三百六，只等他回眸。秋水悲曲，只因他颠簸好的去苦多，借三两苦酒，方知离不可，只叹他相思没了我，心多憔悴，爱赋予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抵不过天公不作美，我是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，日复日往春秋水树和愚昧，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，我锁着眉最是相思断人肠，老眼飞家人们来一波团结，家人们Lisa 进步好大，可爱的邻家妹妹 Lisa 跳舞进步好大了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Lisa 那个我才爱的。Lisa 跳个舞好可爱是吧？Lisa 萌萌的好可爱。教授当初看好 Lisa 真的是明智之举， Lisa 不负众望。是啊， Lisa。Lisa 这个现在 Lisa 来我们这里公司是我捡的便宜，他不是来打酱油的啊。有中国风，我也会督促 Lisa 多上多练才艺。多情哥哥阿管，你有没有跟妹子说要努力总有回报的啊？多情哥哥我说了，我跟Lisa说了，我是现在妹子们竞争大，你的才艺弱一点要更加的努力。但Lisa真的是非常的乖非常的听话。Lisa 多情哥哥我叫丽丽，嗯，面了你看他每天都第一个来，
不败兄他发了信息给我，他说今天有点事，包括别人的国语。好的，独行哥哥，Lisa， 独行哥哥把吊在凳子，让他神经。好的，我告诉他了，我说要他学点中文，他说好的。欢迎月亮哥，月亮小姐姐。网美女在教授的调教和各位大哥指点，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优秀了。其他妹子们也要不带个不带个的当在天东西哥哥吧，天不带个当在了，那大哥帅。好的，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，把心上排个茶艺吧。大哥吧，兔坤的当在天，当在天空天，当在天店，当在天怕啥子。我跟他们每个妹子都说了，我说大哥多请客，大哥说就是每个妹子都要努力，努力学唱歌，努力学跳舞，努力学中文。啊，我告诉每个妹子了。突然感觉Lisa舞姿很大的进步，和其他妹子的舞蹈完全不同，碾压其他直播间舞蹈，艺术性现代感中国风舞蹈。是啊，Lisa她现在跟着他们合舞也跟得上。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, baby. And you'll never change.
watery 모든 게 너무나 꿈만 같았던 그때로 돌아가고 싶은데 왜 자꾸 나를 밀어내려 해 Why do you push me away I don't want nobo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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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t you 这排练不错啊，这个妹子们付出努力了，好吗？好，给。精彩。两天没注意，进步好多了，是啊。这跟大哥们的指点和鼓励分不开。昨晚法子哥、法仔哥说的很诚恳，指点很到位。对对对，我们直播间的改变都是在法仔哥的指导下完成的。文仔仔你好，法仔大哥说话真管用，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，感谢法仔哥。是的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啊。这么好看的我 PK 其他的直播间看到也好，下次可以试一下。他们确实是农村妹子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。请给主播点个关注。家人们，请给主播点个粉丝灯牌。谢谢大哥们的点赞。谢谢大哥们的点赞。家人们帮忙点点赞。家人们帮忙点点赞。谢谢大哥的人气票。谢谢大哥的人气票。家人们。家人们。有免费的人气票。有免费的人气票。帮忙送一送。谢谢大哥们的鼓励，谢谢大哥们的鼓励。摘一片云彩做嫁衣，柔弱的新娘从此我疼你在梦里。李子王子，来拜西藏，拍个彩吧，没给你垫根了，你垫。胖哥唱歌可以，嗯，哎，胖哥站着唱歌可以啊，那天站着唱歌，Trade with zero commissions and instant...
同学已经可以单独表演了。朋友，他这首歌就是是。他说我为什么看着胖爷？这首歌的意思是非常的心痛，我这么的爱你，但是你却和别人在一起了，哭得很伤心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那个带了。人跑的跑，来的来，没关系啊。让胖爷和拜西垫一垫男女对唱的歌曲也可以啊。狐狸安排个才艺，狐狸。今天就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这扇窗。你傻和叫啊，好。
觉得你讨厌，你的一切都喜欢，有你的每天都新鲜。有你阳光更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白云，我是蓝天。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，秋天狂欢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，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终会收获。兄弟阿管好，你好法子，你是我的欢迎流浪兄弟。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，种下希望总会收获。明天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越南的人过年回来了没有啊？本舞曲由阿美收藏独家整理提供，永久 QQ 号码为九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Lisa 笑什么 ？Lisa， 他们 Lisa 她好喜欢笑。Lisa 又笑场了。把线这个绳子掉了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家人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没点关注的请个主播点个关注，请个主播点个粉丝灯牌。我躲开无数个猎人的枪，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，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。祝神很快要冲刺高考百天了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，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
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李子王志看得出蝴蝶在向泥沙学习舞风，完全不同的舞蹈，他们互相观摩学习，很好。要蝴蝶再安排个才艺吧，蝴蝶安排个才艺、啊、谁上才艺？这个我啊，笑不放了。我多看无数个猎人的枪，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，我变成狼人模样。为了你，染上了疯狂。为了你，穿上厚厚的伪装。为了你，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。Nah, nah, nah, nah.
Oh my God. Thank you, 茶三妹，谢谢胖爷。阿光漂亮吧你？漂亮。阿快快到，木尼们木光哈。嗯。好哈，不要干。阿光爷，你少来。嗯。哈，阿光可爱。嗯嗯。我爱你哥哥。嗯。阿光不来了，快阿光快喝。快，爷爷爱哥哥，安排了。妮莎送了一支花给我。他说今天他问这朵这只花漂亮吗，我说漂亮，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我说，他说今天是情人节，本来是男女朋友之间的送花，但是他爱我当哥哥啊，他是送给的当哥哥的我，他说我这个有点经济基础了，他说就没有用钱做，他说就是他自己做了这样一朵花，谢谢妮莎。谢谢妮莎啊，放个背景音乐 ，OK。啊？最好的一面，阿广收到第一朵鲜花，今天我收到了四个，三个，有第四个，这是第四个。拜西和胖爷不是都送了一朵给我吗？然后彩彩们也去买了，其中有一朵是送给我的，另外三朵他说送给直播间的大哥，当然这个也是意思一下嘛。然后这个妮莎送了一朵给我，我收到四朵。304对比一下小美的忧愁。和妹子们现在的快乐，我们有啥理由不支持教授直播间？好的，谢谢304兄弟。这一路是好梦一场，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，轻易就把我困在。流浪气球，流浪兄弟你好，你把人。你把家号妹子藏哪去了？拜西安排个才艺，拜西送了一朵花给我。你指望着由于丽莎之前没有苗舞风格，电舞多了自然有中国舞风格的现代舞，嗯 ，OK， 你唱什么歌？唱个《发桥流水》吧，《发桥流水》有几天没唱了。
候，阿妹哥真笑，看那吹吹牛的小楼，其实我的怒声妹妹上一首，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，带上我的米酒哥哥上一红，听最美的美少醉在我心头，颤抖了指头，花白的时候，阿妹哥点球，看那吹吹溜溜个小小头，独自跟着飘飘个点小楼，吹熄我的路上妹妹上一首，等到太阳落山你就跟我走，谢谢。